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银河系里，生存在凶恶的银河帝国暴政下的人们，企图群起反叛帝国军。可是，在某一次的战争中，反叛军的首领雷亚姑娘跟韩索洛，却不幸落入了达斯维塔他所率领的帝国军手中。据说，反叛军的首领分别被拘禁在帝国军基地的六个行星之中。年轻的骑士洛克透过了机器人 R2 跟 D2 的通信，接收到雷亚姑娘求救的信号，于是他下定了决心要把他的同志给救出来。当然，在解救的过程里，将有许多帝国军的精锐士兵在等着他去送死，而每一个行星中也有奉达斯维塔之命严阵以待的幻影战士。现在你就扮演洛克的角色，你能破坏敌人的六大行星六大基地，救出同伴吗？请看这一集的绝地大反攻星际大作战。各位观众您好，这一集我们黑盒子秘籍要为各位解剖的是星际大战。首先我们请电视娱乐系专家 X 先生为我们讲解。 X 先生您好。你好，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图表第一个有一个三角形箭头的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加快速度的一个宝物。那么第二个呢，这是一个漏斗，漏斗形状的这个是可以克制敌人的时间，可以让他暂时停止呼吸啊。那么第三个呢，这是一把神剑，蓝鲸神剑啊，可以对抗敌人的魔头。这第四个，这是一个闪电，闪电一压，立刻将画面上所有的敌人全部消灭。现在看到这个三角指标的地方，这是一个能够跳关，也就是所谓的时空器，可以转换到另外一关去的意思。另外这个羽毛呢，翅膀，这不必讲，大家都很清楚，可以飞翔在空中。对。其次，现在最后为您介绍的，这是一个无敌的电光圈。也就是任何敌人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都没办法碰到你，就是呈现无敌状态。这三个人是谁啊？这三个就是你救出所有的伙伴之后得到了奖赏。那么反叛军的这个统领啊，我们刚才介绍的雷亚姑娘，就在他所有的星际间的这个他的国度里面加以表扬。这样子就出现的这四个伙伴有没有？有。其中有一个狮面人身，对，那是算是外星人。而每一个这些伙伴们呢，都独具他们的功能。按照惯例，一开始首先为您介绍的，这是一个操纵器的使用方法。对。那么这个游戏呢，一开始会出现这个像电影的画面。对。其实这就是一个电影的脚本所改编的。压一下启动钮，我们会看到两排英文字，上面这一排呢是生手，下面这一排呢是高手用的，程式不同。对。那里面的这个挑战性也不一样。那一开始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十字钮的上下左右。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呢？你看着啊，这不是有一个三角形的方块指标吗？对，也就是你加以确定之后压 A 钮，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对，选好了你要用这个翅膀，然后画面就出现它往上飘了，对不对？一直往上飞下去，时间一到之后它就坠落了。也就是这个宝物它用的时间失效了，时效已经过去。那么 A 钮也可以负责跳的部分。那么 B 钮我们来看看 ，B 钮一压，它的蓝鲸宝剑立刻就出现。但是这个蓝鲸宝剑呢，是通常用的时候并没有加上光速，所以呢，蓝鲸宝剑在这里的威力并不是很强悍。但是是必备武器，他打死的任何一个敌人，对方呢都会出现一个四方形的一个方块。有方块还有分大小，大的小的，对，都会补足这位洛克他的能源。不幸被撞上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特技画面，我们给大家做介绍。你必须在这个画面出现的同时压十字钮的上钮不放，然后接着压八下 A 钮，1、2、3、4、5、6、7、8，等到八下压完之后，画面会出现英文字母变化，对不对？就是同意了。然后压 C
启动钮，一定要按八下。对，这就是续关的方式。哦，它就会从这一关开始。哎，那这又是什么东西啊？这张表格呢，你要把它呼唤出来的时候，就是压一下启动钮，也就是可以暂停的意思。暂停。对，它就出现了这张表格。在表格上你就可以选用你的武器，用十字钮的上下左右加以选择就行了。用十字钮来选择。对，然后用 A 钮来确定。那这又是什么？这就是进入第一关，它的任务就是要救出机器人 D2。 D2 啊，对，还有这个一个是叫 D2， 一个叫 R2。 哦，两个。对，那么在每一个画面出现的同时，上面有飞鸟的阻碍，对，下面有行人，这个底下呢更有这个流沙漩涡地带，那很危险哦，都会这个阻碍这个洛克的去处。所以除了打击敌人得到这一些能源的宝石之外，那同时也是一定的使命，必须消灭这些、铲除这些敌人。对对，是吧？这只飞鸟照杀不误。那在这要蹲下来砍，然后这些石块为什么打开？对，打开之后又可以得到这些增加能源的宝石。哦，那个也是增加能源的宝石。对，同时也得到了 EUP， 就是增加一个人。哦，那在这一关，正官首领幻影战士，那么碰上这个魔头的时候，最好是使用在宝物那个表格里面找出这个镭射箭。但如果你自认自己是高手，就可以用我们这一把普通用的蓝晶箭，就可以顺利过关，得到一个大型的这个宝石。对，哎，然后在这里要小心，千万不要乱闯，一定要打开这个电波网，才可以进来救出了这些机器人。这里呢，水晶球很重要，这是一个宇宙的巡航机。速度的加快方法就是要猛压 A 钮，再加十字钮上钮，它才会从空中漂浮。如果你用这种慢速的方法，也可以铲除当前的敌人，得到这个宝石的能源。它是不怕枪，是不是？对，不怕枪。但是你要小心，它撞到石块的时候仍然爆炸。那要小心。来到这里之后，进入了这个飞行塔，然后坐上了这个快艇，就进入另外一个布局。这一次的任务就是解救这一位同伴。就是解救他。长胡子的同伴是他的老师。那从画面上出现之后，立刻我们就更改，这是等于第二种画面。立体的空战的画面。对，是立体的啊。对，看看 B 钮是负责发射武器，发射武器。十字钮是负责确定方位，然后还有一个 A 钮要特别注意，这是对方发射子弹的时候用 A 钮来防护。对，防护就是 A 钮。对啊，用 A 钮它有三次防护的机会。啊，那现在步入了第二个关卡，他还是用他奈巴宝剑啊。对，杀掉两只癞蛤蟆，可以跳这个方格往上吧。啊哈，不断的往上跳。对，在画面上出现的多半都是敌人，在这些珊瑚状的这个阶梯里要不断的往上攀爬。这个要砍掉啊。对，砍掉之后你才能得到那里面有一个水晶球，有没有？对，那是一把镭射枪。这个就是增加这个能源。在跳的同时要格外留神，对，万一不慎摔下有可能致命，小心有暗器。对，这一座山的守护神是一个石头做成的一个像狗形状的东西。对，那在这里呢，因为画面右下角有一颗水晶球，对，这一颗水晶球看起来好像是增加一个人、增加一台的意思。所以要想尽办法去拿啊。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之就是有水晶球的地带，一定要去抢夺回来就是了。不能说是抢夺，是一定要拿得到。因为它除了能增加人物以及能源之外，可以在整个行进的阶段里面铲除这个帝国军团，要把障碍弄掉，它才能再往前走啊。对，这个方面的话，镭射枪对在这里的用途可大，距离蛮远的射程。小心哦。我觉得这个游戏啊，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完全看技巧。
以技巧取胜。对呀，还是要往上爬。对，尤其我觉得像那样一个方块的好难站哦，万一站不稳，一站不稳就往就摔倒了，就爬不上来了。对，诸位看官看起来这好像很容易，对，其实非是高手级的话还没有办法很准确的跳到每一个方块上。对，那么从这一关开始就进入了正常的阶段，也就是你必须要逐步过关，然后要克制住在你面前的这些敌人。这是一个蝙蝠啊，杀掉敌人得到这个蓝晶宝石增加能源，同时要防止坠落，万一底下有一些刺刀啊，对，看到了，摔下去的时候也是呜呼哀哉。对，又有敌人出现了，新敌人。那像这种情况你怎么过？压 A 钮跳跃的时候跟十字钮的操控是非常重要的，要配合得宜。来到这里我们要看到幻影战士，一开始他在画面上就会显现出他要讲的话，那也就是何方小子竟然不知死活啊，胆敢跑到这里来。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们洛克兄弟也是非比寻常。对对，那三两下把他解决。虽然这个幻影战士呢他有变化的能力，但是仍然还是抵不过洛克兄弟。我们这洛克兄弟啊，对，他手中握的一把普通的蓝晶剑就三两下把他解决了，还是很厉害啊。在这里如果万一坠落的时候会碰上刀山，那要小心利用宝物压一下启动钮，然后出现了一张表格画面，选择出适用的东西，然后在这里就很自然的救出了他的同伴，这是第一位，也就是他的老师。对对，那在这一关里面，这是他师父的造型，就是在这了。那同时每救出的人那都有他的用途，不是假撩臂啊，不是光光救出来就没有什么用处的。对，有时候在整个的行进阶段不靠还是需要他们，不靠他们还过不了关的。对，他现在又坐飞机了。对啊，这个宇宙快艇速度可以加快，那加快的时候就是你十字钮那右方要压着，然后 A 钮要猛按，速度加快，然后往上冲，冲开了离开这个画面。对，也解救出了这个他的老师，然后离开这个画面了，现在步入第二颗行星。这又是什么啊？这就是他这一次的任务，要救出机器人C3PO 啊。这个 C3PO 在电影里面是很痛的。就挺了，以前我记得很多小朋友都很迷这个，都很迷他机器人。迷他。对对，在这里呢，这是立体画面了啊。这就是在空战的部分。嗯，我们看到画面中间不是有蓝色的这个框框小方块对不对？对，也就是压动 A 钮的时候防护啊。现在就剩一个机会，看看能不能顺利过关，用 B 钮发射子弹。A 钮是遭受到敌方攻击的时候要压 A 钮，加以防护啊，就是防护罩的这个意思。对对对。现在来到海边的景象，他也可以下去游水啊，只要一跳下去，装备齐全的就可以游来游去。但是最忌讳的还是遭到敌人的碰触攻击啊。对，可以攻击敌人，不可以被敌人触摸到。对，十字钮的方位要很技巧的灵活应用，很得当啊。万一碰上旁边这些好像长了刺的这个铁柱子就不好玩了，还有这些水母。对，整个游戏呢大体上说来就这么简单，那没有什么困难点，这个完全全凭个人技巧的游戏，在现在可以说是让小朋友迷得不得了啊！我相信有很多大人们呢也都为这个游戏伤脑筋啊，因为他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那是我们曾经看过的电影，是从电影取材的。那电影的名字好像已经有好几出，对，有绝地大反攻，也有星际大战，还有一个什么突击什么的，大反击什么，对，都是一些星际科幻的系列了。对，是很受欢迎的。对，红极一时的片子。可以这么讲，这位主角呢，洛克，
为了解救他的同伴，他必须要历经无数个星球，对，有六个，救出六位伙伴，对。那么整个的结构呢很简单，唯有在迷宫地带必须要留神出入的途径，对对对。迷宫地带呢是在这个第四关过后会碰上一个啊，这第四关哈，就是有一个迷宫，是不是？那个迷宫呢也可以很技巧的看得出来，嗯，现在又碰到另外一个新的敌人了啊，幻影战士，幻影战士他立刻就变化成，这是鲨鱼，鲨鱼，对，又像海豚。你是要想办法消灭他，也就是每一关都会碰上一个幻影，嗯，这个幻影战士呢要消灭他之后才能过关。你看旁边立刻出现了一道洞口，同时将被囚禁的伙伴们第三批，对不对？对，救出来了，这个机器人也救出来了。现在坐上宇宙快艇离开了这一个星球，又步入另外一个星球。要救的人是这个，这个就是叛军的反叛军的这个统领，他的名字叫做雷雅姑娘。现在又是立体画面了啊，对，整个就是这样来回的情况，嗯，那就是出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要如何克制敌人。对，其实并不复杂啊，不复杂，技巧问题很重要，就是技巧，对，那全凭你的操控器使用得当与否。对，黑盒子秘籍在整个的途径里面，为了让您能够边看边打，所以呢整个画面从头至尾都是跟你的电视游乐器所展现的完全一样。对，只要你能够顺利过关，就担心你跑不到这里来。对啊，这是技巧，而且我们都讲得非常的详细。对，哦，这又是第几关了？现在这第几关都不打紧，嗯，总之他要经过层层的关卡，嗯，得到很多的能源，对对对，宝物，要救出伙伴，对，救出伙伴才能顺利过关，嗯，然后会得到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很多这个同胞啊在那里兴高采烈的，对对对，然后奖赏于他，奖赏，对，先要把这些障碍弄掉他才能往前走啊。啊，在这里呢就好比是已经进入迷宫状态了，嗯，这边就已经算是进入迷宫状态。在这里呢我们只能说一个，就是有一点很重要，嗯，如果你的能源不足的话，想要打击魔王谈何容易，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在这里要用技巧，适度要用技巧，因为他怎么在上面飞了啊，因为他底下都是刀山呢，哦，那是刀山，嗯，又是上刀山下油锅的，那就不行，那不能下去了。不利用一点宝物的话，如何能过得了关？嗯，刚才如果没有这个羽毛，谈何容易？没有飞起来，你怎么能过？对。那现在我们给大家陆续，为什么这个画面来来回回呢？因为如果你的能源不充沛，嗯，你休想解决镇关统领。对对对。所以为了要增加你的能量，唯有一个途径，采取这种方法。嗯。就用这种方法，对，就是很多小朋友都会使用的，嗯，为了增加经验值，增加宝物，都可以在一个画面里面来来回回走动。对，在这里呢我们坠落下来，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关进来之后会有很多门，门打开了耶，对，每一个门你何妨都进去看看，嗯，如果有增加能量的宝物你也可以取得，好，如果有敌人的话你要不要杀就随你，嗯，总之每一个门都进去，最好都进去看看，寻宝看看有没有东西啊，哦，这不是寻宝了，这增加一个人，然后为了要救，嗯，为了要救他的伙伴，嗯，每一个门都要进去查查看，嗯，哎，真的就在这里，哎，有了，救到了雷雅姑娘，对，他们兴高采烈的拥抱在一起，嗯，真是可爱啊，亲一个，亲他脸都红了，哎，脸都红了。啊，继续要往前了，对，又救出他的这个伙伴，对，雷雅姑娘，这是反叛军的首领。大家现在又要往前走，哎，有暗器，跳起来。在这里呢，有一个特技画面让大家看看，消除旁边两个魔杖之后，那有一些石块会拼命的下坠，啊，对，很可能会压死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注意选择。这一个哪一个时空转换器，立刻变换到另一个画面去了，那就到另外一个画面来了啊，它会跳到哪里去呢？谁也不知道，
总之一跳下来之后，在每一关里最小心，你一定要小心这些刀山。对，万一弹跳不慎就会都会被刺死。哎，上面也有东西来了哦，都是一些阻碍的这个路障。对，我们看看羽毛的功力。羽毛了，对，有了这个羽毛往上飘，站也要站稳哦。对，哦，又进到这边来了。在这一关里面为什么走了这么久还没出来呢？对呀，主要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虽然已经救出了这个反叛军的首领，对，雷亚姑娘，雷亚姑娘，但是却还没有将这一关的镇关统领这个幻影战士给解决掉。嗯，他刚刚有拿到一把枪哦，就是右上角那里有一个枪。对，这里还有一把。对，总之你来来回回的可以增加不少的能量，嗯，而且又可以增加很多的宝物。对，又滑下来了。我们给大家所示范的这个片段请大家格外看清楚，就是整个的途径现在因为进入迷宫状态不方便解说，只有让您用眼睛来看。对，必要的话请您图文对照，我们用边看边打的方式，用录影机然后播放影带，配合您的电视游乐器，就可以从头到尾一清二楚对照您的游戏机的画面。对，来破关也要注意你的技巧哦。像这种来来回回的游走都是为了要增加能量，我们给大家最少做出三四样，等到你发现你可以用 A 钮啊，不，用启动钮将表格陈列的时候，看看选择啊，不是，看看你有多少功力。嗯，进入到一定的功力的状态之下，你才有资格去向镇关的首领挑战，跟那一位幻影战士大杀一番。现在就是我们认为能量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找他了，从这一关过来了。哦，来了来了，看到了，嗯，幻影战士站在那里耀武扬威，然后这些文字的显示，也就是哪里来的小毛头竟然敢向我挑战，手中握有蓝鲸宝剑。这个洛克在这个时候可以问问机器人用什么方法可以帮他的忙。那机器人怎么说呢？机器人说你就死了算了。那他就死了，重新再来吧。其实他不是这么讲的。那他怎么说？他的意思是说，你就全靠自己了，拼命跟他一决死活。终于，红色的红鲸的这个宝剑呢，敌不过蓝鲸宝剑。哦。现在下一关，我们看到狮面人身，这一个也是他的外星的伙伴。伙伴，对，他现在就是这些又是立体的镜头了，就开始了。这个镜头出现之后，上面就。这个画面上显示有三个小方块，对，蓝色的三个小方块，那是在 A 钮部分使用的。你要保护你的飞机，最好就是在敌方发射武器的同时，记得压 A 钮 ，B 钮是发射武器。这是很厉害的人物过关，所以啪啦啪啦的就来到另外这一个星球。哎，是在说什么啦？就是已经顺利的抵达了，现在展开行动。我们 X 先生什么都懂啊，连日文都看得懂了。这个小意思，不懂也会覆盖啊。这距离蛮远的啊，跳也要小心一点哦。对，像这个方块我觉得都很危险哦，这个方块一塌就碎掉。对啊，所以不能停留太久的时间。这是冰块啊，有点像冰块哦，站久了就会碎掉，所以有一点滑滑的感觉。从游乐器里面我们就能感觉到有滑的感觉。嗯，可见你不要以为我真的是石块哦。这些中间的石块就好比是我们在跳玛丽兄弟时一样。嗯，对啊，就是那个阶梯哦。对，但是呢比它的困难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对，你看一踩就碎掉了哦。对，这一碎掉它不断碎，所以要小心。嗯，呵呵，好可怕哦，来不及的话就坠落下去了。这好像是不是云啊还是什么东西？姑且就称它就称它云好了。
哎，这是一个老人。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星球来的，但是他在这里呢，讲的那些话，或许主角洛克听不懂，于是就召唤了第三批，就是这个机器人加以翻译。对对对。这一位翻译官，他讲什么？讲什么？我不知道。总之，为了要过关，你只好呢，从头至尾，只要他不理你，他不找你麻烦，他不发射武器，你可以不理他都无所谓。你就继续往前走。对。我想是真的是冰山喽，下雪哦。要想解救他的同伙，真是不容易。对。从头到底呢？要历经这个刀山火海，冰天雪地，非常艰难哦。这个朋友的道义啊，在这里我们看看，又是叫这个第三 OP， 问他哦。然后他的能力可能是能够召唤外星的这些异物来帮忙，叫这个大海星啊，来载他过去，来载他过去，对。这又是那种一踩就碎掉的。对，哎，坠落下来，小心！虽然是在冰块的底下，但是仍然具有危险性的刀山，还是要格外留神。下来了。整个的途径，请诸位看官特别注意，我们给大家所做的示范，不要走错了门路。在冰上竟然会有两把火，亏他想得出来啊！对呀，这实在太危险了。哎，用翅膀，用羽毛，对，飞上来了。飞上来，我们看到了幻影战士在那里。他又来挑战了，是不是？对。来吧，我是一个拦截。当场就化成雪人，那个样子。这个雪人的打击方法要请诸位特别注意，他在跳有一定的规律，但是你打击他的方法只要从背后，一定要越过他的正面，跳过去，来不及跳过去的时候就一定必死无疑。哦，一定要从背后，就是从背后、打到了，对，正面等会打，打到了 正面拿不出什么方法。在危险的阶段，最好能够适时压一下这个启动钮，然后选好了宝物之后，能够帮助你过关。就刚刚选择羽毛一样啊、对，因为差一点就碰上刀山。对。其实他走的路径都是碰到敌人，然后就是跟敌人这样作战啊，就是并没有说太多的那个啊。不是很困难，对，但是很技巧性。对，现在应该走出迷宫了没有？算不算？还没有，还没有。在这里呢，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一关是要解救他的外星级的这个狮面人身。狮面人身、对。虽然杀掉了这个魔头，镇关的幻影战士，但是还没有找到他的同伴。对，现在我们看看要如何找到他的同伙。很多障碍他还是要去除掉才能通过。从这一关来，用羽毛。还是要需要羽毛、哎、哦，这羽毛很重要。上来了，来了。狮面人身的外星朋友就是被救到了，冰冻在这个地方、对，在热情洋溢的温暖之下，终于化解了狮面人身上的冰块。完成了使命的洛克现在又驾着他的喷射机啊，是不是要往另外一个星球了？对，另外这是他的同伴，也是反叛军的副首领。副首领、这位副首领啊叫韩索洛，韩索洛，韩索洛。那么他也是被囚禁在另外一个星球里，在进入这个星球的阶段一定会遭受到这个敌方基地的侦测机来袭击，所以要小心哦。防范的方法再次加以说明，就是那三个蓝色的钮。对， B 钮是负责发射武器，
A 钮是防护防御，对，敌方的投弹。这个画面是表示已经顺利的来到这个星球。这个星球跟地球差不多，只是地上的生物有点怪异。那不是人就是了，奇怪，也是走路，看起来都不像人，还能飞。我在一片绿意盎然之间，我们还看到好像有高级别墅在那儿。那可能是果树哦，我想。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对，没有一个是善类，都是在敌军统领之下，对，为了要保命而苟延残存的一些生物，选择宝物啊，看看自己拥有的宝物是什么东西。像这种高级跳跃的方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想跳过去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技巧很重要。从这里打出了一个暗卡，从这个密门里头不断往上跳，这里千万不要想呼吸，往上跳来不及的时候用翅膀飞呀，助你过关。爬上来了，这就是必胜的绝活。终于做到了耶，解救了反叛军的副统领韩索洛。你看他勾肩拉背啊，好高兴啊，大搞公关。谢谢他的捧场。对，终于把他给解救出来。太空人来了，小心哦。哇，这距离都蛮远的啊，那跳的也不太简单。如果像你这种玩24K的人呢，想跳这个简直不可能。对，有待加强，还要接着多调教。那太可怕了，也许我再打个10年吧。不过一般女孩子啊，平心而论，想要玩这200多K 的啊，还真得要看人，心脏要很好。那个人可能就不是女人了。不幸要坠落。赶快找羽毛。最好的辅助器就是翅膀。虽然只有单翼，画面上显示是只有单翼，闹起来，但是功力蛮多的。怪东西真多啊！都是帝国军里面的士兵。对，还是要打，然后才会有那个就是方块能源啊。进入了这个密道，这个算不算迷宫啊？这个不算迷宫，这不算迷宫。对，但是在这里呢，沿途有一些因为距离很短的这个障碍会出现，所以你的行进方式千万不要太快。好，如果太过于突兀的话，可能会中途夭折。再多选择，看看现在到底有多少金台币在口袋里头。顺着时间方向的这个火球，对，你要躲开它很简单。这个也是，只要你时间控制得宜。我们现在问问吃面筋这个人参，人参对，它到底有什么法力？因为它是孔武有力。所以啊，可以搬动那个机关门，对对，咔的一声就让他过关了。所以他每一个伙伴还是有他的用处啊。对，如果没有他那个，要不然救他们干什么？对，互相利用嘛。说这个话太现实了，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只是博您一笑。朋友相处之间最好不要互相利用，对，要以诚相待。但是偶尔为之，并不为过，也不为过啊。为了要能顺利过关，所以借助朋友帮忙也是理所当然。可是不要忘记，也是洛克九他们的哦。好，碰到这个了。这个幻影战士他手中拿的那个
武帝比前几关的人更精悍，还会发射镭射。对，哎，哎，是女生，哎，可以不理他，但是想想，怜香惜玉，还是回头好了。回头来看看，刚才原来我们介绍错误，前面解救的那一位并不是这个反叛军的首领，而是这一位才是真正的叛军首领。哦，原来，哎，雷雅姑娘。那么现在驾驶的这一架喷射客机啊，现在朝着这个他们自己居住的星球，要回到自己的星球来了。但是想要回自己的星球谈何容易，在这里这个帝国军团呢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们，还是于是他必须要逃离这个宇宙间的一个叫做什么什么魔动地带。嗯啊，简直就不是这个人走的路线。对，那星球里头还有一个洞哦。对，这一架飞机它还载了这个洛克他的原本开的那一架飞机，所以结束的画面会出现两架。现在表现的只是看这一架的功力。在画面的左下角我们看到飞机有两架的数目，时间控制是在画面的正上方。那这种歪七扭八蛇形横行的地带，你要小心防范前面的路障，中间也有补充的这个资源，像刚才两只变三只，就是中途又得了一家飞机能源。像这个十字这个岔路的这个地带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而且要曾经来过一次，有过经验。否则的话是朝左边呢，或者是朝右边呢，对，万一搞不清楚，很可能会被陷进了这个陷阱里头。对，这个速度我们自己能够控制吗？虽然是能够控制，但是还是极为有限，因为它这个速度已经在超光速的这个阶段。非常快了啊，连我看的都有点眼，对，我头都晕了。哎，中间这些碉堡呢还不能碰到就会爆炸。但是这个画面如果说会不碰到的人，那个人不是人，一定是鬼。那是隐形人呢？不可能嘛，你看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地带是跑进的这个死胡同里头。那左右分不清楚的话就一头栽进去了。能够以两三架飞机而轻易逃离这个关卡，就已经算是高手中的高手了。对，大概只有 X 先生可以做到这一点。不敢不当。不敢不当啊。真是厉害啊。在敌方的这个雷射的扫射之下，又要躲过所有的障碍，对吧？而且又在极快的速度里前进。又炸掉了一只。现在就剩这一只了，那怎么办呢？再不好好表现的话，黑盒子秘籍从此就不易做了。就可以包起来了啊，为了不负众望，不是我们都这一家，我们都很信任 X 先生，所以没有关系。我们有信心，已经到了一，现在这一关到了差不多发现零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像我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感觉这个路标指示360多公里，越是接近的地方啊就越兴奋，已经到了终点，顺利的步过了这个黑暗地区，逃离了这个画面。砰的一声，爆炸了。星际之间再也没有帝国暴政的统领，一切归于平静了。归于平静，对，大家共享着和平安乐。能够得到这个景象，多亏这几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于是这个在反叛军的统领雷雅姑娘的安排之下，受到表扬，这几位战士受到全国的欢呼表扬。啊，失面人参也不例外。对，这位外星人虽然看起来其貌丑陋，
对呀、啊。但是在这里却是一位可爱的英雄。嗯。如果中途不是仰赖他孔武有力的那一双铁背，还真很难过关呢、啊。对。接受表扬了啊。终于，我们解破了这个最新、最受小朋友们欢迎的《星际大战》绝地大反攻。对。我们谢谢 X 先生为我们解说的那么精彩，不客气，但是嗓子都有点哑了。对，为了这一幕圆满的景象，我们可以说是费尽了不少心思。对，小朋友们要看仔细哦，大朋友们更要看仔细哦。黑盒子秘籍不负众望，但愿您以边看边打的方式也能够顺利过关。不过这个虽然你看过我们黑盒子秘籍的破解攻略影带，已经知道过关的技巧方法，但是不一定你过得了这个游戏。在这奉劝，唯有这个手脑并用，灵活应用，高手人物，否则还是过不了关。最后我们还是谢谢 X 先生。不客气，今天我们的解破就为您进行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再会，祝您学业进步，万事如意，再会。